妈妈这种啊，他们现在全部人两个妈妈。不知道买啥菜哟、哦。46啊？嗯。哦，买了一袋蔬菜，我特意今天是拿了现金来买，到时候就不用算账，用多少就剩多少，反正用完为止。那个鹅我已经叫熟人去拔毛了，还杀了一只鸡做辣子鸡，然后再买一点螺丝做鹅螺丝。我拔来了，两桶了呀。这个田螺啊，好大一个，他们已经是拿回来，就是吐泥吐了几天了，不要选，不要选那种挑起来的就可以了。买了50块钱的田螺，50块钱的花甲，再拿一只这个鲟鱼煮豆腐汤。紧赶慢赶把菜买好了，下大雨了，朋友们赶紧跑啊！赶紧拿去修了，慢点，现在我们倒来回来一步，你看好大的爆米。对呀、啊，赶紧收拾菜喽！你把鸡肉剁好了，就用这个鹅先啊。表姐今天下班得空来帮忙刷螺丝，这个螺丝他们是吐过泥的，但是表面好脏。哦，我们这个蒜杆也可以用来吃了。嗯，等一下拌点剁辣椒就好了啊、哦。我这里都闻到香味了。嗯，那我先把鸡肉炸了啊。锅来焖它，这个不是土鹅，所以油特别多，朋友们少捞点进去，到时候煮出来这个汤也清爽一点。加开水进去，容易炖得软烂一些，还要煮一壶开水。这个田螺表姐杀洗干净了，把它焯一下水。哇，这么多。对啊。焯水三件套，葱姜料酒。趁这个田螺不注意，换一个锅。把田螺装好，装满，再加一点姜片，偷偷的再塞两个鸡爪，还有一盘炸鸭掌进去，刚刚好，现在真的是塞不进去了。这边砂锅里面就来个清淡的鲟鱼豆腐汤，不放油了啊，朋友们。直接加开水，汤里面加点盐，
其他材料都不加了，最后撒点葱就好了。炸辣椒皮蛋，生抽，擂它。今天下雨，我们就说干脆到我们家来吃饭了。过年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没有朋友一起来吃过东西啊，就是没有聚过会，也没聚餐。我过年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嘛，今天就说都来等我来我们家算了啊。嗯，你们为什么不拖家带口的把我这个私藏的腌酸鱼拿出来了？看一下这个俄罗斯也焖的差不多了呢，看一下这个鹅脚啊，鹅脚鸭脚都很软烂的，鸡鸭鹅都是还有鸡脚就好了。关火了，我们就要开始炒小菜了。辣子鸡，出锅，开心花甲，好了，我们可以摆桌子了。最后一个花菜了，你看姐妹们来都是动手帮忙，这样也很好啊。来。来，慢慢来，应该还有姐妹还没到啊，应该。哎呀，谁在外面呢、啊？哇塞，你们还能容易下来呀、啊？那你妈妈呢？你妈不来啊？过来吃饭。那你就过来，你过来吃饭去，快吃饭去啊！过来吃饭去啊！跟晚上。拿两份那么大的龙虾来不吃饭，这个家伙。大家你好。今天是借我们妇女主任的脸了，在这里啊，你们不吃这个爪，我吃一下鹅爪。这个汤还挺好喝的。好东西来了。加俄罗斯喽！哎，漏奶了。求，我给他俄罗斯。给你一个大的啊！来，我们大的，来罗斯来干杯！好，来一个。小姐来节约了吧，太挤了吧！啊！这么多人才好玩，挤挤更健康。那打自己呢？可以啊。哎呦，吃菜也要做广告哦。下次你要招待我们。
开心就好。等啊。那个我一比较年，我们大家要祝他，那就他们新婚快乐。太丢脸了，丢脸丢脸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宇哥把这个拐角酒都找出来了，看看好不好喝啊？你尝吗？少喝一点喽。甜吗？甜啊。哦，给那边的那些美女们都搞一杯。这个俄罗斯真是太受欢迎了。马老马老。